上个星期五咧，呢个杰斯平呢个至尊，从一个足球嘅角度嚟讲咧，系的而且确咧系有啲问题。琴日啊，即系上载个网台大典都讲过，我哋凡事咧要多角度咁去睇，都系睇师兄对于至尊呢个角度噶嘛，啱啱先啊，就唔好俾足球呢样嘢就框框咧就框死住。嗯，咁啊呢个至尊咧，我成日都讲啦，呢个球员咧。就好有善心，即係呢種大愛嘅精神，要忍辱負重。呢、這個葡萄牙同組三隊波有一個共通點嘅，都係好耐或者第一次係進入呢啲大賽嘅 tournament， 俾啲鼓勵係啦。咁所以嗰個十二碼咧，特登射中柱嘅，不受呢個時間空間俾啲信心嘅限制嘅。對外都要話冰島 defend 啊嘛，又同葡萄牙嘅球迷啊嗰啲咧都俾佢交牙仔食黃連，大愛真係啊，梗係大愛啦，愛到底噶嘛要呢、這個梗係鋪排啦，即係咧就係為咗四個字，係咩字？衰敗由榮係人哋呢、這個傑斯話至尊係球唔係球王，係啱啊！我從來喺呢個節目冇話至尊係球王噶。我只系话佢至尊咋，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至尊，至尊咩意思啊？至可尊敬嗰个啊嘛，照顾后辈系照顾后辈，俾佢有一个温暖嘅感觉，系嘛？咁啊，可能咧三场打和三分都可以第二名出线嘅，三分都可以出线噶。嗰一位国家队将来铺路，即系长期将葡萄牙 keep 喺 underdog 呢个位置。系啊 ，underdog。杰斯咁左交咁大爱咧，呢、這个杰斯频道咧都系要俾钱嘅，$800一年。我系 Hot Boss。